中天，你放心吧啊，我舅舅非常有名，是当地最有名的猛医啊，他一定会有办法。哎呦，哎哎，对不起啊。请问可以坐在这里吗？我坐一下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实在受不了后边那位了，有狐臭。哎，这天也太热了。真热，厂长，您真打算在毛库阿沙漠建立咱们自己的羊绒基地啊？不然怎么办呢？现在羊绒价格一路攀升，我估计啊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再想从牧民手里直接收购羊绒，就会让我们上厕所吃瓜子儿，入不敷出了。小姐去哪里啊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从深圳回来，习惯怎么称呼不认识的姑娘了。你从深圳回来？是啊，我在那边做了两三年的生意了，这次下来是到一个祁县去做一笔 BB 机的生意。我就觉得如果在沙漠里面只是种草的话很难成活，必须得先种树，但是种树了那就属于社会行为，咱们一个小小的羊绒厂，这费用能承担得了吗？还可以找政府支持嘛，办法总会有的。怎么了？不知道，我下去看看。哎，正好来一辆吗？啊！这车还挺空的，要不您就一个人坐这儿，我去后面。拽得跟258万似的，顶到头也就是个羊绒衫厂。哎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车太晃了。没事。看什么呢？啊，看，什么都没看啊。眼睛都看直了。我是说，你这个人的大事儿，你也要考虑。同样，上回给你介绍那个姑娘，你怎么不去看呢？上次厂里现在有问题，我去加班去了。这个挺漂亮啊，怎么样？嘘，别闹了。漂亮的女孩不好对付。秋，出门坐小车，一身毛料的职业装，眼睛快长在脑袋顶上去了。在大青山市，除了羊绒衫厂的还有谁呀？呵呵，呵呵。哎，前面长头发这小子挺有能耐啊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一让。哎呀，不是，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一让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故意的，
我不知道你的手怎么……你这么小心眼啊你！我刚刚踩你一脚，你现在就要还我一手是吧？那你这话怎么说的呢？我不是故意的，真对不起。哎，我 BB 机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！哎呀，啊是我不对，我没……哎呀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哎呀，我真是……哎呀，我发现我真是不适合坐在外边啊。我坐里边。哼，我还不适合坐后面。师傅，车咋了？估计水箱漏水，大家先下去溜达溜达。慢点。你不知道，现在这个羊绒的生意特别好。我打算过一段时间就做点羊绒的买卖。你什么生意都做呀？哎呀，做生意嘛，什么挣钱就得做什么。哎，大婶儿。哎，这群山羊都是你们家的呀？咋了？发财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现在羊绒价钱这么高，比金子还贵呢。你们家这个山羊能产多少羊绒啊？你们是收羊绒的？算是吧。哎，师傅，咱们这车什么时候能修好呀？一时半会儿修不好。那您抓点紧啊。这儿没有羊绒，什么都没有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你。怎么了？就你们这些收羊绒的，把我的羊活活扒了皮，还拿假钱骗我。你看看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草原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？变成沙漠了，让你们祸害的。你知道我们家以前住哪儿吗？毛库啊。毛库啊什么地儿啊？毛库啊是绿洲，几年的功夫啊就让你们给祸害成沙漠了。我们家房子也被埋了，逼得我们还得搬家，可是现在的地方也快被埋了，你还想祸害草原呢？赶紧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大婶儿，你干嘛呀？我就跟你问问羊绒的价钱。这不我舅妈吗？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敢来收羊绒，我真让你尝尝马鞭子滋味。走啊！干嘛呀？走啊！你是不是喝多了？你才喝多了呢！羊绒了吗？怎么了？走吧你们！又生气了？你看这小子，羊绒也忘到咱们那的好，你敢你？这是说你们的吧？没事啊，看来人民群众对这羊绒生意意见很大呀。您什么意思？哦，没什么意思，我就说人民群众对羊绒生意有意见。我不是又不是对你个人有意见。我就总是觉得这个羊绒产业啊，对环境破坏是巨大的，这是事实，你这不能否认。那我倒想问问您啊，这人要是饿极了，首先想到的是什么？当然是要吃饱了。吃饱之后才会想，哎，吃的是不是营养啊，是不是健康？现在温饱都没有解决，哪顾得上环境啊？再说了，这么大的问题也不是我们小小的一个羊绒厂可以解决的，这应该属于社会行为、国家行为，您说对吧？你这套这个先发展后治理的老牌的资本主义的这玩过的东西啊，过时了。你要知道付出多大代价吗？牺牲环境，换来高速发展，你是会遭到长生殿报复的。你说的太好了。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啊，我做什么不重要，我只是关心我的家，草原。有水平，有能耐，要不你把我们羊绒厂关了吧？哎呀，中天，哎哎，舅母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王中天。哦。他想让我舅舅啊帮他儿子看个病，哎，我舅呢？他去哪儿了？这不是一大早他就南山坡草场去了，这不是起风了吗？我怕待会儿有沙尘暴，这不是着急的去接他吗？沙尘暴？不会吧？怎么不会呢？说来就来。你看，你看那边天边。哎呦，还真来了啊！沙尘暴？是，我劝你们啊，还是到我们家躲躲吧。躲躲。我们家就在那儿呢。大家听我说，那个沙尘暴马上就来了，
咱们上那个大婶家去避一避，他们家就在前面，等避过这个咱们再走，行不行？快点，快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往哪着啊？走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，后面的你别看了，先把行李放车上，一会儿回来取。你快一点，一会儿你不知道沙尘暴多严重。厂长，沙尘暴就要来了，怎么办？不舍财的你们可以留下啊，为了安全。什么怎么办？在车上不一样躲吗？走走走走，要去你去，我可不去。受不了那份嫌弃。没错，在车上也一样的多。啊，我去把门关了。走了走了，下车了，咱到大婶家避一避，沙尘暴就来了。我们不去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就在车上待着啊？行，好吧好吧，随你们便吧。舅妈没人了吧？没有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这低血糖又犯了。哎呀，我看看我包里有没有吃的。哎呦，这什么都没有啊。没有。厂长，你包里有吃的吗？都在小车里。那怎么办呀？哟，老头子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你让我担心死了。牧人，你看你舅回来了。啊，舅，中天，舅是我最好的朋友王中天。舅舅你好，太阳亲戚看个病。啊？他咋了？生时好好的吗？装的像牛呢？不是，他儿子得了心脏病。来，回屋。哎，你走。这沙尘暴什么时候能停啊？一时半会儿停不了。哎，深圳没有沙尘暴吧？深圳哪有沙尘暴啊？那是特区，哪像咱们大青山啊。哎，刚才那俩人没从车上下来，这他们不会有危险吧？这么大的沙尘暴会出人命的。我上车去叫他们了，我说你们下来，然后他们说不，我们就在车上待着，就这可咋办呢？要不咱们过去看看，好歹给人家送点水嘛，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呢？走，咱们一起走吧。哎呦，舅舅，你们别去了，你们大岁数，我跟牧人去吧，我跟牧人去吧。不行，你们俩怎么可以呢？还是你过去吧。舅母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俩一会儿就回来。你们俩干嘛去？去找那两个人。这风沙这么大，多危险啊，行不行啊？这俩人挺够意思的啊！我也觉得这俩人挺好的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快！哎，另一个呢？
饿了吧？外国的巧克力，吃吧。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好吃。我这还有呢，吃吧。谁呢？这个人怎么回事？还有一个女的呢。醒了。萨仁呢？嗯。萨仁呢？啊？什么萨仁呢？就是跟我在一起的姑娘。哦，没有，我车上就你自己，你好像晕过去了，然后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有那个。对，我妈想问你。说那个女的就去哪儿了？我低血糖发作了，她说要找你们来帮忙，就跑走了。坏了，肯定是沙尘暴把她刮得迷路了。肯定的。哎，等等等，不是你没事没事，躺着躺着，你先歇着啊，别着急。怎么办？这个，咱们是不是得去找啊？咱不能说见死不救啊！要不这样吧，我叫人多点，这样人多力量大，我们行吧？对，多叫几个人吧。哎，所有的人一块去！啊！哎，不行！你怎么能去呢？你一个女的，有我在呢。哎，我跟你们一块去，算我一个。啊，行，我一定要跟你们一块去。嗯，咱们是朋友呢。哦，那你要非去，那就去，我保护你。啊，嗯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，好了，哎，行了，名字先别介绍了啊。行，那既然这样，咱们就不用再叫更多人，就咱们四个，咱们就互相有个照应啊，都盯着点，别走散了，咱们尽量聚到一起。哎，等等，给你们拿几条毛巾。三人呐！
快蹲下，蹲下，我过来。你快蹲下，蹲下。哎！咱们五个是这个共同经历一场这个沙尘暴，然后咱们相识的才有了这缘分，咱们算是患难与共了。这一杯我敬大家伙。哎，这一杯啊，你应该敬中篇。没错，当时我都绝望了。可不是嘛，我都吓死了。行，那这一杯就敬你，咱俩算扯平了。啊？什么什么扯平了？我是救你一命，你得记着，你欠我一条命。啊？我要欠你一条命，我怎么还呢？怎么还？英雄救美一般都是以身相许啊。可以啊。哎哎，行行，别瞎扯。我提议，咱们一起干一杯吧。而且我们几个经历了这么大的事儿，算是生死之交了啊。那当然，咱们这是过命的交情。大哥，咱也算是死里逃生了。我觉得咱们这五个人，得弄一个组合。这组合名字我都想好了，风暴武侠怎么样？对对对对，啊！为了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，来，干！那以后我们就是兄弟姐妹了，然后我们可以互相关心、互相帮助啊。好啊，那以后我就跟着大哥混了。哎，你以为混社会啊，还跟大哥混？哎，那我不跟他混，我跟你混呢。你也别跟我混，我也不知道跟谁混呢。哎，木然，你以后想干什么？我还没想好呢，干什么。哎，对了，但是我会去毛库阿沙漠去。你去那儿干什么呀？种草啊，种树，种什么都行啊。我要把毛库阿沙漠变成100年前的模样。哎，大哥，你后面有什么计划？我现在还没有想好。但是就像刚才电视演的那个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然后他是鼓励我们共同富裕奔小康。我觉得这个大时代到来了，我要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，也要那个奔小康啊。那没什么，那能干什么呀？这还能空手套白狼啊？不是有啊，可以啊。哎，三儿，那你说我们还有什么？青春、理想、朝气、热情。对，还有野心。还有，这年头谁怕谁呀？什么？啊，不是我媳妇呼我，有事吗？没事没事，就怕我喝多了。啊，你都有媳妇儿啊？啊，怎么的？我这么优秀，哪能没媳妇儿呢？这酒越喝越凉，有没有奶茶呀？老板，来壶奶茶。广东那边不得了。谢谢。我跟你们说啊。那就是一个遍地黄金，你干什么都能挣钱的地方，随便一个人，那都是腰缠万贯，你随便一低头，那地上你都能捡着钱。哎，你也腰缠万贯了吧？我当然是腰缠万贯了，我那个时候一根皮带好几万，一万块钱以下的皮带我根本就不系，真的。
吹牛不上税是吧？啊，你谁呀？不认识我是不是？这还戴个金链子是吧？哟，干嘛？哎，他叫什么来着？大圣哥，乔有山。对对对，乔有山，黄老板你认识吧？什么黄老板？你跟我装是吧？你装不认识，来，你装，你说你不认识。你认错人了，哥们儿。你要不认识，大圣。哎呦，还真的是你啊！你刚才意气风发的，我差点都没认出来。你认识我？前两天咱们还一块喝过酒的。哪天啊？我说你什么记性啊？我萨日娜，羊毛衫厂的，好好想想。你看你这个人，你还跟我说大青山这一块啊没有你办不成的事儿，还说以后我有事儿找你准帮忙，你是真不记得还是假不记得呀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叫萨日娜。啊，对对对，萨日娜。哎，前些天你还说呢，说一块喝酒什么的，什么时候约呀？随时啊，现在咱们就可以约。我哎。还约什么呀？既然碰上了，就一块儿，快！行行，走。老板，来来，走。哎，好。那行吧，那这顿饭就算我请啊。哎呦，你别着急，我先介绍一下啊。啊。哎，哥几个，这是我一朋友，大圣，这是我大哥，矿务局的王主任。矿务局的。嗯。哎呦，这得认识啊！幸亏，坐，哎，这位美女怎么称呼？汪霞，是我姐们儿。哎呀，汪霞这名字挺好听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。没事，你们吃你们喝。不是你是不是吃什么不对了啊？哎呀，不知道，咱们吃的不都一样吗？就突然一下子。老板，这奶茶用什么牛奶？就这个奶，今天刚送的。那送你去医院吗？啊？啊？牛奶有问题，我得回厂里去一趟。哦，那你们厂的牛奶啊？行，那你去吧。哎，照顾一下啊，快。啊。哎，用不用车呀？我这有车。快上来，你扶着，你坐这边，来，我上这边来。老板，慢点开啊。啊，快去快回。黄老板，对，我见着他们人了。你叫萨日娜？啊。真的，我还特意问了一句，叫萨日娜错不了。哎，快给李牧打招呼。自己看看。怎么会这样？重新回炉了呀？这批鲜奶必须得尽快回收。谁告诉你必须回收？啊？不是你这书呆子毛病什么时候能改？厂长，我一个朋友刚刚就住进了医院，就在刚刚。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急诊室的人会迅速增加。你的朋友？你的朋友就晚上吃一顿饭呐，白天不吃吗？他敢保证其他东西里边就没问题吗？来，厂长自己看啊。厂长，趁着这事儿还没闹大，销量少，赶紧回收吧。
我们现在就去一袋一袋收回来。站着，你们都长脑子了吗？啊，公开回收，那不把咱厂盘砸了吗？你万一打上官司，咱们是必输无疑。到时候损失谁赔啊？你赔，你赔，还你赔！累了吧？等累了你就睡会儿，没事儿，没事，睡会儿。哎，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啊，我已经好多了，谢谢。哎，这谢什么？点上就行了。我已经好多了，要不然你们都回去吧。哎呀，那怎么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呢？哎呀，没什么不行的，你们要是走了，我还能好好歇会儿睡一觉呢。回去吧。要不这样也行，回去也行。啊，回去。再见。好，先走了。我跟你们耗不了了，你们不去，我去。你们站住！看来只能这样了。你这样，你们马上去找几个人，但是不能是咱们厂子的啊，让他们悄悄把奶全都买回来，一包不能少啊！记住，悄悄的去吧。买回来？对，千万不能让人看出来，咱们是在回收产品。好。我这就去找人，还有，动作要快，要麻利点啊！一包都不能少，哪怕一包留在别人手里，将来都是证据，明白吗？村长，那么现在住进医院的人怎么办？肯定不止一两个。什么医院呢？啊？证据呢？啊，拉个肚子就想赖上我呀，门都没有！我说木人呐，你这榆木脑袋什么时候能开窍？你说让萨日娜这么一折腾，我肚子还有点饿了。你饿了？我也饿，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，反正时间还早呢。就是啊，这时间还早着呢。啊。哎，师傅，现在这个点儿还有开门的饭馆吗？这会儿哪还有啊，早都关门了。哦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对，我看见他们两个有点那个，我要不走，他俩也不好意思走。嗯。啊，那你要是在这陪我的话，太晚了，嫂子会着急的吧？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打电话了，我在下面打电话了，我告诉他可能晚回去一点，我说这儿有这样的一个事儿，他说对呀，你不能让人家姑娘自己留在医院。再加上咱们还是哥们儿嘛，不是啊？嗯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客气什么呀？大妈呀，
你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？还没休息呢？哦，我这就我同事，我们商量点那个工作上的事儿，加夜班，加个夜班。什么人啊，怪吓人的。哎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这老太太就这样，瘟神似的。来，坐吧，啊，累了，坐。可以啊，你啊，这一个人弄得还挺干净的。爸妈留下的老房子，我一个人住，简简单单的呗，也没什么，没什么值钱东西。哎，就是这老太太太让人受不了了，我回回不想碰见她的时候，我都能碰见她。你说巧不巧？这都90年代了，怎么还有这种人啊？是啊，咱又不是坏人，咱又不干坏事，对吧？凭什么跟防贼似的盯着我们？怕什么？反正不做亏心事儿，不怕鬼叫门。对，你喝水啊，喝。那个，那要是做了呢？你做过什么？我就是说说，我有贼心。哎，我没那贼胆儿。哎，我问你啊。关那孙大圣是什么意思呀？那帮人非说我欠他们钱，其实就是个误会，真的。多少钱啊？哎，没多少钱，30万块钱吧。30万？这么多呀？30万还多呀？我一笔买卖就挣回来了。你做什么生意的呀？这随随便便进出就几十万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进了一笔 BB 机，800块钱一台成本。我跟大青山那边说好了，2000块钱出货，我一台净挣1200。我进30万块钱的货，你算算我挣多少钱？三儿呢？哎呦，三儿呢？你怎么了？啊？没怎么。咋那么不小心呢？我看看。我什么没事啊？小张护士都跟我说了，来的时候脸上都没血色了。我现在没事了。哎呦，担心死人了，真是。啊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好朋友王中天，矿务局的。哎，你好。这是李牧，李大夫。啊，哎，对了，我给你打了多少个传呼了？传呼呢？呼了你多少遍了？担心死人了，真是！你去哪儿了？啊！你别看我现在就是倒个 BB 机，我以后那摩托车、汽车我都能倒啊！那挣钱挣海了呢，真的。王霞，你跟我一块儿过吧，我肯定能对你好，我肯定对你好。知道吗？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喜欢你。我大妈呀，你还没完了？又怎么了？你们找谁啊？你是乔小山吗？找错了。兄弟，你们找错人了吧？啊！大夫，我这儿好像快没了。哦，行，你等会儿啊，我给你叫护士去。你等我一会儿我回来陪你。啊！等着啊！他一会儿说他回来陪你，那我就不在这儿了，我赶紧消失了，我啊！本来也要你走嘛，啊，保重，我们再联系。哎，黄老板让我问你欠他钱什么时候还？
什么黄老板啊？我不认识。哼！哎，你们什么人？你们在这儿？哎，你干嘛呀？别动！哎，出租车，出租车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！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别关门，让我打个窗户吧。哎，师傅，你掉头去黄河路啊！哥，不是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就是被人绑架了。骏马黄。